旺财找半天的机会，波涛连挑战大哈连逊，继续给哈德森做连线护，不过这边青岛防守适应了，直接扣他上面这个出用脚掩护的角度。哈德森的能力压制啊，到第三节末端终于是把这比赛至少从比分上给撵过来了。哈雷元勋林伟汉长两分稳机会，贾成的中距离，哎呀可惜呀、啊、不给你落联防的机会，直接到第三次的时候你才会变，能不能对方打第二次的时候，林亚夫外线顶着扔，打开雷元勋在等待防守的变化，投三分的这个要压得够死的话后面剩的时间也，这球不着急启动，哎，犯规，赵特龙绝对今天本场效率之王啊，罚球两罚都弹进啊，那也结束了，没必要了。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。